阿信日在平台上传一段包婴儿的影片，写下一直以来陈妈妈都很想要一个孙子或孙女，去年她如愿了，还感性写着在流转的岁月中有你的风景最美，再写上几句任意门的歌词，说完她还谢谢大家，并要粉丝猜猜小家伙的名字。贴文抛出短短一小时就吸引近30,000人按赞。五月天团员多一步入家庭结婚生子，仅剩43岁黄金单身的主唱大人阿信人生是否进阶一直受到期待关注。今天一早阿信在平台晒婴，只见他怀中抱着一个婴儿，抱着抱着小婴儿还吐奶了，虽然表示今天说的都是真的，还是立马被舞迷识破，下回小孩的名字是不是叫愚人节。虽然粉丝早知阿信爱在愚人节开玩笑，仍很期待能看到他找到另一半，早日成家生子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